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看到护理人员呢，有时候确实很舍不得，有时候太忙了，没太忙了，结果那肚子有时候还是会饿啊，所以有时候他们就叫这个饮料，用喝饮料来代替吃饭的、啊。这个每一次都要提醒他们，这其实是不是很好啊？因为那里面的一个健康成分呢、啊，显然是我们要值得担心的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们。举这样的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是700cc 的真奶珍珠奶茶，它的热量、脂肪跟碳水化合物啊，脂肪19公克，碳水化合物102公克，这大概知道，但是没有什么感觉。我们看它的一个热量到底是多少？热量588大卡，588，所以一碗饭300卡左右，它是588卡，这是非常恐怖。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好，那我们再把我们平常工作的一般人就是轻度工作，不是说劳力工作的时候，他一天大概需要每公斤30大卡左右，我们如果50公斤的话，那么大概一天呢就需要1500大卡，刚刚是多少？是588大卡，等于一天需要量的40%，一杯啊。一下就把它解决掉40%，然后再接着又吃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现在肥胖的一个问题会比较严重，这个背后一定有它的一个道理在，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我们的排斥力量是很低的。你就算是在少糖还是什么低糖，它还是有糖啊！啊，你完全无糖，它里面还是有一些脂肪等等的一个成分，它还是会被转换成热量，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所以什么是最好的饮料？白开水，不是矿泉水，是白开水啊！这个煮好的一个开水啊，那个是绝对是不会有这个热量或者是这个脂肪等等的一些负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要考虑到我们的一个吃啊，对我们健康的一个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刚刚提到珍奶珍珠奶茶，现在跟大家看一下珍珠啊，一个画作中看到这么多个珍珠的，那显然是我这个有钱指数啊是破不了的那样的一个状况。这是这位画家16世纪的画家叫马库斯海拉特。这个弗兰德斯啊，也就是现在荷兰这个地方的一位画家，你看看这里都是珍珠，这里衣袖上面啊，衣服上面也都是一颗一颗晶莹剔透的一个珍珠啊，这个这幅画的上半部是这样子，哦，女生啊，这也是非常特殊啊，当时画女生16世纪哦，画女生会有点微笑的，很少很少啊，当时画女生一定要。表现出一个非常矜持、非常有他的一个距离感的那样的一个美啊，绝对不可以露出那样的一个笑容出来，竟然还露出笑容。然后你看看这个，连这样的一个这个衣领上面的也都镶有珍珠啊，身上更是啊，所以这幅画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出这样的一个确实是贵气逼人的那样的一个妇女啊。好，这个妇女里面除了珍珠以外，她也有一些是红宝石啊，所以是非常有钱，这不在话下。好，有没有些什么特别？大家说有，这个怎么肚子大的怀孕的，怀孕的状况，这古代女生画怀孕的非常少。那大家说，那她可能也不是怀孕，会不会是那个时代？这是伊丽莎白一世这个女王，这约略也是同一个时代，16世纪末的时候，她你看她站在这个世界的地图上面，哇，这个不可一世的一个，她怀孕吗？没有啊，这个是全白，都是比较夸张的那个状况。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你看也是珍珠，身上这个衣袖也是珍珠那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表示一个为政者。他在这个影响时尚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他自己都穿这样的衣服，然后又是这个下摆比较宽松的一个状况，比较壮硕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刚刚那幅画是不是代表的就是说他本身是这个
只是下摆比较蓬松，比较夸张而已，不是，那是真的怀孕了，这是真的怀孕。所以画作中，古代的画作中能呈现女生在怀孕的非常少，为什么？不敢让人家知道啊，怀孕不敢让谁知道，不敢让这个撒旦知道啊，因为当时新生儿的夭折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最好隐姓埋名，根本不知道怀孕了，生下来也一开始不敢给他取名字，过了这个甚至于一年才开始给他名字啊，所以表示那个时代都希望当时不知道新生儿死亡率那么高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怪罪在这个恶魔上面，所以让恶魔不知道，所以这幅画非常特别，那竟然这个女生还在笑，还在怀孕的这个情形啊，这是十九世纪的画作。利伯尔这位画家，他也是画这个怀孕的一个女生，非常少。那所以相对于大部分的一个画作中，这个女生啊，这个裙摆这个地方啊，相对比较大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都是强调什么？她将来生产力很高，她很能够生小孩的意思啊。用这个服饰去夸张的服饰去让这个男生有那个错觉，以为哇这个不得了，这娶了她以后一定子孙满堂的那样的一个投资报酬率会很高的意思啊，因为在当时能够生出继承者男的继承者，对这个贵族讲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看到时代啊是变迁啊，也是觉得它是往好的方向在走。不要说什么光女生，你要这个底下这么宽，你要上下车，你要走动，多么不方便的、啊。这个衣服在这个地方，肚子啊整个勒紧的一个状况，那个都可能产生出肋骨变形的那样的一个副作用会产生出来。现代人绝对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考量啊，但是现代人这个方面的一个这个情形是没有，但是相对的竟然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产生出来。一个女性啊，这在以前也比较少见的，七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大家看她心脏变得比较大，肺部的一个情形也并不是很好，所以心肺功能并不是很好，她心脏的一个状况跟以前相比较之下的时候也都是变得比较差的一个情形。好，那她为什么心脏差，心脏功能差，心脏有些扩大的一个理由啊，其实背后是因为她肾脏功能的一个问题。所以女生她发生心脏病的机会确实比男生少很多，尤其发生冠心病在停经期的话前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停经以后这方面的保护会减少，再加上其他器官它相对可能会去影响到心脏的时候，女生还是有可能会得到心脏病，像这个就是她的一个肾脏的一个问题。所以肾脏的问题造成没有好好控制的结果，造成心脏的负荷比较大的一个结果，它就是变得比较容易喘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也要治疗它心脏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它又碰到一个问题，膝盖痛的一个问题，膝盖疼痛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膝盖的 X 光啊，我们平常会看的就是这个黑黑的这个空间的距离，这边是这样子，这边就比较白，比较窄，同时旁边比较白，这就表示这个地方的一个退化性关节炎的情形啊比较厉害。那么要给他换上这个是半套的人工的膝关节，不一定要整个一下子全部换掉，但是因为这个病人他本身的一个这个行动啊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方便，所以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考量啊，但是后来证明这未必是一件最好的一个选择啊。为什么？因为换了这个以后，一开始大家看起来还像蛮不错的一个情形啊，但是久了以后，因为他这个本身的一个力道，刚刚讲心脏也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走路也不很稳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地方能够维护好他的一个动作的一个范围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常常就会变成后来就脱臼，反复性的脱臼的一个状况，周边的肌肉也不够力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反复性的一个脱臼就产生出来，而造成更大的一个困扰。所以这个最后还是不得不又再把它换成为一个全套的人工膝关节。所以这个是反其道而行，大部分的确实换半套，那就可能解决它问题的时候能够维持长一点，这个是维持不到一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怎么配合医嘱啊，我们能够好好的一个活动，让这个换上去的人工关节发挥它更长久的效果，都是要医病之间多一些互动跟沟通。感谢收看，再会。